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，这我送洛基抽一百现金啊，这我才两百个鸡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送一下，最后两分钟了。碾碎他们。有洛基可以送一下，有鸡可以送一下啊。洛基抽一百。有机器人就不要搞了呀，机器人还是退一下吧，机器人卡牌拉过去一张黄牌可以，来一杯吧，真有你的。不必了，浪费时间，下路晚点出去。交流一下，我少了一瓶药，他这波得帮我多一几下。可以，老剑尖的啊。拉的刷没那么伤。在那边留了一个野，往这边走好了，把这野带进来就行了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开奖啊，现在送洛基抽一百现金啊，有心可以送一下，但是好像我这么打还是要被他看到，无所谓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人马这个路线也不太会过去这个点，大波的卡牌真厉害啊，补兵能把自己补死了。人马来了，来过来接 W 点蓝呢，他被我减速到了，人马要来了，快走，一走帮他推，这兵不能贪了，他接下来有加速的，看到没有？把一踢了，打你一套，再 Q 一下你，再 A 一下你，走，折磨，我还要再抢你一个大鸟啊！不，我还要杀你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折磨，这反驳石头人抓下吧，时间不多了，直接抓好了，机器人把 Q 出掉了，杀机器人好了，小炮不好搞，叫啥炸到了，他这个 W 没砸到，打个电浆抽，人马来了，人马在后面，人马在打断，还想飞啊，
人马在你这么装也救不了你，跟你讲。走，走不了，快走快走，有人来了，下波再来。别搞别搞，我要死这样。刚好钱，不用卖药了。可以，六分钟六级，赶上单人线还这都还差一点吗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刚打完。可以，抽了我 F6， 来宰一波鳄鱼。兄弟我来了，兄弟我来了，来破绽，还会飞下，不用怕，他飞的是下路，试一下对立的剑。小兵把我挡住，差点出问题了。把你垫个刀。这个时间点八分钟了，刚好再控一手这个天风。对，这街机吃个两三层皮，对吧？待会我先锋再来干克一波鳄鱼，他直接让他崩掉，抓两波直接烂掉啊。这波剑姬单吃塔皮了，还吃了两层吗？有点少，闹视野，打先锋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去对线有 T 吗？对。B 出来直接替杀这个鳄鱼，你还敢交易啊？不怕打野来吗？蓝城，可以有闪现，好自信。人马估计在这边。小心他的二，我感觉人马就在旁边。没事，看我这波一炮双响，给你开个香槟庆祝一下啊！来吃个一血塔起飞，上也烂掉了，奖励自己吃波兵线。我这个一打断太精髓了，救了剑姬一命，不然他死了。是时候点评酒桶了。
贴谁什什么牌呢？直接蓝闪地掉了。看好我这波表演啊！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几何桶。这波来了人了，先展示不了啊，回来。死不了，闪现回血。哼，就这，多想杀我呀！我是吃了你们家大米了。这人马不过来，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下几何桶。这人马过来就算了，打几何桶伤害就低了。这样，几何桶适合单秒扔啊。快点杀他，机器人要来了。算了，打他一套吃一下我。没拉到电浆。艾卡西亚的暴雨的。上车啦，冲。太近了这一级啊。这两级R的话说不定能杀。回家可以无妖了。走着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在追我，你死了。蓝色，滚动九瓶。钱不够啊，想读本书这么难吗？呀哈，我野呢。那我走了，消失一下。没办法，稳一点，来本数学。抽个奖啊，现在送办卡抽500现金，附带导航3小时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送一下啊。办卡抽500，附带导航3小时啊，中奖可以直接转账，待会可以直接上号啊，一张办卡2个活动。
好吧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抽中右等打号还能获得500元现金，可以送一下。现在送宝卡自动就能参与了啊。给他们看一下我的奖杯，这皮肤很朴实。Fnatic， Fnatic 应该也换了一代人了。拿过来吃冰，看我怎么杀他的。没炸到。哎呀，角度歪了一点，不然这波超帅的。歪了大概10度角，这波应该我把他往这个1点钟方向炸的，结果炸到3点钟方向去了。差一点点，非常的可惜，没瞄准好，稍微偏了一点点，不然的话这波非常的帅啊。还有最后6分钟开奖了啊，这会送办卡抽500现金啊，附带打号3小时啊，中奖的话可以待会可以直接转账，直接上号啊！1张办卡就能参与了，送的越多，中的概率越高。大阳间的最后一位，把龙拉拉一下了。攻击之刃，有人来了，不对劲，地图全黑了，机器人还预判勾啊，对撞，可以，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啊，上一秒我还以为他是个高手，下一秒我懂了。众所周知，什么克高手啊？
还有最后四分钟开奖了，这我才五十张卡，有兴趣可以送一下。来个大龙吧，来来来，来一杯吧。这边死了三个，来。来个大棒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了，这我一百张卡都不到啊，最后两分钟了，这我送满卡抽500现金，附带打号三小时啊，中奖可以直接转账，直接上号，我好小心啊。我的余震没了，被 Q 了，这种不用。这小炮 A 了我一下，我都没注意看，这剑姬应该可以杀了，这个劫大到了，把他飞过去了，应该可以全杀了。差不多了，我刚才还想勾引一下他们，我还有个中亚没给呢。最后一分钟开奖了，要参与的老板们抓紧时间啊！给我送半卡，多百现金，我再打号三小时，一发入魂了解一下。死人马差点血，他这个血量应该是死不了的。最后二十秒开奖了，最后二十秒，最后十秒钟了，要偷塔可以偷起来。我这个塔还在打我呢。这个桶子溜了，再见。来一杯吧！恭喜这位老板啊！只想这个斗鱼越做越好，中奖了，赶紧私信发一下我。互相谦让，可以。古有恐龙烂泥，今有剑姬烂红。
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晚一点来个帽子。也有一千人法强的，上车。大随随怀孕。我都不想杀你，我想 Q 二秒这些人呢，他非得过来踹我。吃一下，含住。拿下，再见 ！Surprise， 2000伤害。